还留在仙州啊？我吗？我会建议你去一趟，就算你不愿意再和他有什么来往，也最好当面和他说清楚。看这段信息，他也许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。作为星穹列车的一员，我不想和星河猎手有什么来往，但是你，他毕竟和你有很深的关联。从过往的经历来看， 至少他对你没有恶意。换作是我的话，如果我在危难之际寻求谁的帮助，我会很希望他出现在面前吧。所以，按照你的心意去做就好。我想，卡夫卡不会伤害你的。 是吗？他还留在仙州啊？我吗？ 我会建议你去一趟，就算你不愿意再和他有什么来往，也最好当面和他说清楚。看这段，作为星穹列车的一员，我不想和星河猎手有什么来往。但是你，卡夫卡和刃还在仙州，将军近乎明示放他们走了，可那是当时的事。 没记错的话，仙州只撤销了卡夫卡的通缉令，刃还是重犯。说真的，我搞不清楚星河猎手，尤其那个女人的想法。但直觉告诉我，她不会做伤害你的事情。如果她真的遇到了麻烦，还是去见见她比较好。 时间还早，现在去哪儿？
居然藏在太卜司，胆子真大。就在这附近了。起风了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时间还早，现在去哪儿？如果拥有艾利欧那样的眼睛，这世界就不再是你我现在看见的样子，无数可能性交叠在一起，代表不同选择所引致的后果，而每一刻无穷多的选择都不断收束成同一个点，成为现在，成为过去。你的选择是这样吗？接受我的请求来帮助我。诶，真的吗？你会拒绝我吗？如果你想要拒绝我的话，此时此刻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这样的可能性也许存在，可是，你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吗？如果你现在走开，随后发生的一切都将与你无关，我对你抱持的期望与需要也都会化为乌有。被称为命运的东西，既看不见也摸不着，可是它就像所有坍塌收束的过去和现在一样确凿无疑。我呼唤你，而你来了，你拥有许许多多的选择，而一切都将你导向这里，此时此地。你应我的召唤而来，
也知道我是真的需要你的帮助，可你却在犹豫，为什么？你相信这个宇宙是自由的吗？好吧，那样的话，你就保留这一份选择好了。你会留下来吗？为了我。那么，我会再问你相同的问题，并非我想要纠缠不休，而是我深深明白，在这看似广大的世界里，真正的选择从不存在，也没有意义。你应该清楚我为什么要阻止你。如果你离开，往后的故事是真的，真的从你的未来里消失，它会变成无法更改的过去，再也没有反悔的机会。你在坚持的是什么呢？选择的权利吗？亦或仅仅是抗争呢？你还不明白，即使这份抗争的权利，也是在注定的可能性中被死死限制的。艾利欧说你会帮助我，不知道那是他在多少种可能性中窥见的真实。如果你想着卡夫卡还会说什么而选择别这么做，每个选择都有后果，我们不得不为每个后果负责。那我只做最后一次提醒，我尊重你的最终决定，那将是不可逆的。如果你走开，我会想办法救下阿任，好离开仙州，但这都会与你无关。我不清楚那会是怎样的未来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与你一样盲目，因为艾利欧不曾对我透露过只言片语。很久以前，艾利欧让我相信，在这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由意志，选择不过是可能性的穷举。但如果你认为自己有权选择，如果你坚持要这么做，而且确实发自你的本心，那么也许我会很高兴呢。我希望你能够凌驾于命运之上，这样的话，或许有一天你会改变我。决定了吗？好，再见了。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，我都接受。哦，时间还早，现在去哪儿？
时间还早，现在去哪儿？Thank you.